我不给你钱，找那链接。我眼睛不浅，你说话能不能难听？你这啥时候又买一个品种啊？买好长时间了，你忘了吗？哎，朋友们，俺家这个老二这时候啊，迷上品种了哟，隔三差五的又买个品种。手机不让玩，电视不让看嘞，我不管那品种咋了？我问你作业行吗？妈。行。哎，这个卡册不要了是不？要给我。朋友们，你看看这一本的卡册，都是慢性卡。其中我有两张最喜欢。这不都是你喜欢的吗？这两张，还有这一张，还有这一张。这一张好到哪儿？你给我说。帅呗，你看看，这两张一百来，这张是每个十包都不一定能出来。之前你说说，你光卖卡花多少钱吗？石小旭，而且这张也可好，它这里编号是 BG， 你再看这，它这里编号 LY， 那啥区别？你给我说。LY 总共就三张，好像。一说一卡来，那头头是道，比上学用心多了。还有这个 Z， 这基本上这一卡册都绝版了。看见吗，朋友们，光这一卡就花我一两千了。又不都是你一千，还有俺的钱嘞，还有姑姑之前给俺买的，一人买十包十元嘞。那您的钱是哪来的？你给我说，您的钱不也是我给您的吗？还有这张红鸡皮，帅不？我跟你说，这些卡片在我眼里边就是一些纸片子。在你眼里边纸片子，在俺眼里边就是宝贝。宝贝，你搂着睡吧。妈，老二的作业虽然写完了，你看那个桌子被他造的呢。石小雨，给我出来！看妈妈，他都不搭理你。我叫你吗？叫了。快点。妈妈，给！哥，你们啊，别让妈妈偷儿活，我这不好了。你有钱装吗？给！把你那边的作业给我收拾进去。不收拾好了。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，我自己会吗？啊！你不是收拾好了吗？看看你，看看你收拾这样，这就你收拾作业的吧？帮我收拾不清吗？我品味玩具。啥都把你弄了，还把你吃完，还把你鞋不？我叫俺妈妈帮我弄了，你插嘴。哎，我就插嘴，就插嘴。哎哎哎！你的作业写完吗？你看这一桌子。行啊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生气呗。那你啥事？你给我说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在学校犯下错误了吧？你瞎不饶人，你狗嘴里边吐不出象牙。那你赶紧说呀，急死人了。妈，就是国庆作业、数学抄错题，我美学那儿给我盖个章，然后他让你搁下面签字。我都说每周的错题得抄吧？你说不用抄，不用抄，老师没布置。哎呀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章全班就只有我有。那你是光荣来着不？干你啥章？我看看。妈，你看啥？这是你离挨打就差那么一点了，差一点吧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签个字吧。我不给你签，找那链接。不签就不签，你说话能不能难听？我都知道错了。你做错事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再给我翻一下试试。妈，我这不是搁你面前刷一下小威风吗？搁学校累一天了，我放松一下。你这是在放松吗？我看你这就是放肆，敢这样跟大人说话是吧？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对好了。咦，我跟你说，石小振，仅此一次，如果下次再这样，我必须告诉那爹，让那爹抽你。有道理。我就知道俺妈最疼我，不舍得让俺爹抽我。好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赶紧洗洗睡去吧。哎，这签个字也难为人，朋友们，你们感觉我应该搁里边写点啥呢？就写老师万岁。